通高颜值帅二成选举最大赢家，神四连弹天才车银优被拱出道。这次选举虽然失利，但是我相信未来下一代年轻辈民进党的干部会表现得更好。现任立委郑运鹏挑战三连霸失利，不过他的助选帅二德德却成这场选举的最大赢家。德德选前跟着爸爸造势，超高颜值挡不住，五官还神似韩国脸蛋天才车银优，被网友纷纷拱出道。甚至一篇文都没发，粉丝数就超过爸爸，让郑运鹏现在发任何文章都搞笑署名自己是郑运鹏的儿子的爸爸。有网友之前还向郑运鹏抱怨，委员有想过我们需要更多的德德吗？郑运鹏搞笑清辉，抱歉，我和太太没有办法生更多德德了。不过这不是德德第一次和爸爸同台亮相，拿下口罩跟着爸爸在车上，不时露出笑容，却完全没有声色模样。16岁就曾和爸爸一起助选，荧光幕对德德来说小意思。如果有肠病毒被判断说，哎，小朋友得肠病毒，我会建议他们就不但是隔离，然后而且也要持续关心。德德从5岁就公开亮相，和爸爸一起出席预防肠病毒的记者会活动，褪去童年稚气模样，现在的他帅度破表，小编也想叫郑运鹏一声岳父啦。